咱们明码标价，东门现在出去演出，人家邀请我演出的话，我有一个价格表啊，本地的多少，外地的多少，南通地区的多少，那看我一个，我的妈呀，看我一个真的，啥叫炸雷，就是把地都炸开的就炸雷。晚上好啊。哎呀，这现在你的晚上播的比较少吧，是不是？嗯，我现在直播时间比较短。嗯，为啥？看我看少了，因为我在做那个新的直播间场景。哦，难怪呢，我说小鹿然后也搬家嘛，然后就事情太多了。哦，挺好挺好。你等我心情出来啊，我带你欣赏一下。好的好的好的，我就等着欣赏。好的好的，我们玩一把呀。嗯，这个你玩啥吧，你说吧。嗯，就才艺局喽，我们都好久没玩了，来个才艺局吧，大家都好久没看过了。好的，咱俩配合配合一个吗，是吗？都可以都可以啊。那行。那我们就这一把啦。好嘞好嘞，好久没见小鹿了。那我们家人说好久没见小鹿，一看小鹿在我们心目中好像有点地位。完了，小鹿跳舞跳老好了，开心开心我跟你说。开心。那可厉害了可厉害了。嗯，闭麦。那打好精啊。好好好，他真的厉害啊，跳舞跳的挺厉害。红都哥约会去了吗？没有，约完了。嗯，他没看中那老头儿啊，不对，他没看中那老太太。他说还是我们家豆好看，所以回来又看我。知道吧，咱们家这个真的是感谢我朱小总，谢谢我野猫哥。你别看他们家300多号人把我们拍在沙滩上。啊，有死亡大守护呢，是不是啊？死亡，哎哎哎，一人一颗小星星的有没有？我们这来一点，一人一颗小星星来。哦，3000多分有加成。妈呀，要一架飞机呀，不然的话咋弄呢？有没有3000多分？有没有一架飞机把这个加成给过了？感谢我小鱼姐，谢谢红都哥，还有2000多分，家人们一起助力，把2000多分的加成给干了。谢谢我中间营销，感谢我明天哥，谢谢明天哥，谢谢善行姐，感谢我徒弟，谢谢我营销哥，感谢我小米。谢谢我沙豆姐，感谢我沙豆姐，感谢我梅姐，谢谢我梅姐。宝子们，就几秒钟加成开始啊，我们不一定能打过她，你知道吗？这个女孩老猛了。这个分儿就是要翻倍呢，翻倍！谢谢明天哥，感谢明天哥，感谢明天哥，谢谢我营销大哥。谢谢我善心姐，谢谢善心姐，感谢我李红姐姐，感谢我千钧一发大哥，谢谢我斑斑姐，加成了6000多分，牛气吧！谢谢女人无情，感谢女人姐，谢谢我林姐。只和棒棒糖大舞台的一起上一波糖。感谢我营销哥，谢谢我逐渐营销大哥，谢谢我营销。
笑哥，感谢我银笑哥，谢谢，谢谢红度哥的大舞台子。谢谢银笑哥的纸鹤大队。感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最后还有九秒。感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感谢明天哥，谢谢明天的未来，感谢明天哥。哎呦哥呀，你这你这几个号啊，我的个妈呀，谢谢们，明天的未来大哥，感谢明天哥，谢谢我营销大哥，感谢我朱小总，谢谢徒弟，咱们点点关注来，谢谢红度哥，感谢秋秋姐，谢谢梅姐，感谢小鱼姐，谢谢善心姐，感谢我千钧一发大哥，谢谢我家所有的哥哥姐姐，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妈呀，哎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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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麦开开啊，先把麦开开。哎呀，你们家大哥太猛了。没有没有没有，偷塔的偷塔的，这不偷塔肯定赢不了。哎呀妈，你这不是偷塔，你这最主要是有实力。偷塔不是 不需要有实力吗？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烂走了烂走了烂走了。哎呀哎呀，这个是大哥，挺牛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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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谢谢大家，感谢支持。行行行，小鹿，你这个人，你整一下子，整一下子，给我们这个所有的9166家人们整一段来。小鹿跳舞跳特别好看，我先来一段，是不是？你先来一段，真的，你把你最拿手的拿出来，我们好多新朋友没见过，老朋友见过的，新朋友没见过，你得来一把，得来一把，家人们给小鹿点点关注啊，咱们起飞一波9166打一波，然后可以加粉丝团，咱们加可以点关注的，咱们点点。那给大家来一段，很久没给大家跳舞了，给大家来一段最近很火的那个《蓝雀》，好不好？好嘞，咱们一起起飞到小鹿老朋友了啊，小鹿直播间，咱们9166到他直播间打上9166，咱们关注走一波，谢谢来。感谢我们憨豆姐啊，太客气了。来，起飞到对面直播间去啊，不在我们直播间打，好不好？老朋友，老朋友，给他顶一顶，给他顶一顶，来。直播间，咱们点点关注，给点点关注啊！
段，你说你去看一眼，你就忘不了。谢谢我们憨豆姐的家人们啊，谢谢。真的好看好看，咱们给小鹿点点关注。我们之前经常连，然后那个有一段时间他就忙了，咱们就没怎么连麦。只要他我在，他指定我们就触动一把。虽然我是很少打赢他，他家实力有点强，打一般情况上打不过他。啊，没事，我被他打也是一种幸福的。憨豆姐家太谦虚了，哎，跳舞特好是不是啊？你们可以啊，可以的话给小鹿点点关注啊，给小鹿点点关注。谢谢，我们都相互点点关注啊。嗯，我们憨豆姐这个咱俩互动一个也行，六六六，咱俩互动一个也行，我就不那个啥了，我就男装吧，你就女装。可以啊，那我们今天互动一个什么呢？我想一想啊，有什么可以整的，可以整的，咱俩可以，我要不来个不是这个造型的，那来个帅哥行吗？啥？来个帅哥，我来一个帅哥。哦，帅哥是吧？可以啊。我来个帅哥，我想想，我们来一个啥呢？心头肉吧。你怎么我可以，心头肉老好听了。心头肉，我跳，你配合我。好。好吧。好，我尽量配合啊，我尽量配合，对对，可以，对对对，没问题。对，家人们能行吗？配合的不好，家人们多多多多包涵一下哦。必须行，必须行。带大家看节目啦，铁铁们，期不期待？期待。很久没有跟憨豆姐合作了，超开心的，超开心的。这样子行吗？这样子可以，可以 ，OK 吧？好嘞，咱们眼镜戴一副。心头肉好看，是的，大家都喜欢这首歌吧？听过吗？你也站起来啊！你就是我的这个小女人，然后我来撩你。带个小红花。对，先带个小红花，来，家们掌声鼓励鼓励，好吧？快点我。来，咱们掌声鼓励鼓励，来。
头瘦，你才是哥哥的一块心头肉。妹妹你这个妹妹你别呀别害羞，哥哥我想给你盖上红盖头。你不高不矮，你不胖不瘦，你才是哥哥的一块心头肉。妹妹你这个妹妹你赶快扭过头，哥哥我真想咬上你一口。盖上红盖头，完美不？真的，他的那个娇羞那个劲儿正符合我。太棒了，两个戏精啊！啊，真的符合我，符合我的气质。啊，厉害厉害厉害！谢谢小鹿的配合，咱们给小鹿怎么自己盖的？没有啊。嗯嗯，谢谢我们韩东妹，他们喜欢看就行。对。嗯，粉丝们喜欢看就我。辛苦了，辛苦了。就对我们最好的那个啥了。对，我们互相点点关注吧。最好的支持了，对。对呀、啊，对呀、啊，他们喜欢看就行。嗯。大家还没有看到那个咱们汉诺姐的那个绝活、啊，我的天哪，老厉害了，老厉害了，老厉害了。绝老厉害了，我们给汉诺妹点点关注了，真的很厉害、啊，谢谢，这个很难很难。嗯嗯，太棒了，演的太成功了，都没有。谢谢谢谢，小鹿跳舞跳的是真棒，配合的也非常好，又会演又会跳，还长得好看，说实在的越来越迷人。我不是男的，我要男的就娶这样子的，哎呀放在家里真的舒心啊。那个下辈子吧，那个喜欢不分男女的，那我也不能娶你，就是喜欢是女孩子之间的姐妹情。你说我要是男的多好，下辈子吧，我再投胎的话，我投个男的。好，好，下辈子约好了哈。好嘞，好嘞，好嘞。行了，那我们给小鹿点点关注吧，好不好？给点点关注啊，谢谢喜欢。嗯呐，好的，那我撤了，那我撤了，好的，我先走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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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对面好迷人啊！你这怎么没人夸我迷人？啊，谢谢榜一，感谢榜一，谢谢我逐渐营销大哥，咱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哥的支持，谢谢我哥，感谢，都是老乡。谢谢上行姐姐，感谢我上行姐姐。嗯，刚才的形象太完美了，爱上了怎么办？爱上了，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啊，你说爱上我了，你说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你们有老公有老婆吗？你不是离了娶我呀？那也不现实，说实在的，我们家的哥哥好多有喜欢我的，那拖家带口的也不能说离了找我。是不是啊？那不太现实。你说姐姐们喜欢我怎么办呢？那没办法，那没办法，咱们这辈子咱成不了亲的，迷死人了。哎呀，魅力所在，无可抵挡。咱们能不能给豆点点赞？215万的赞赞，羞不羞啊？咱们几千人的直播间，215万的赞赞，你们良心过得去，害不害臊？
我是女的，也只能下辈子娶你了。那你讲好了，下辈子到底你是女的，我是女的，那到时候下辈子咱们都成头成男的，咱只能又做哥们儿，又干不了那事儿。啊，家门给榜一大哥啊，朱小总啊，我徒弟，家门点点关注行吗？朱小总，榜一大哥，咱们能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这位是我的唯一一个男徒弟啊，每天也有直播，咱们点开他的那个头像里面的作品，还有我上星光大道的片段，咱们可以看一看，把榜一的关注点一点好不好？朱小总能不能给大家发一个红包什么的，让大家关注关注啊，咱们榜一的关注咱们点一点好不好？哎，支持一下豆妹的徒弟，非常棒，非常支持我啊，非常有爱心，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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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鹿家说你也是个大美女，美就比不上小鹿了。但是我说，跳舞唱歌的话，应该不是特别差的。哎，就是不是很差劲就是了啊。他迷人，你疯狂，快乐，智慧，源泉智慧，豆妹儿，人间难得的人才，谢谢大家对我这么高的评价。我徒弟给大家发了一个红包，家人们抢抢红包，点点关注行吗？没看到你上星光大道的视频，你往里收啊！啊，你点开他的头像，里面有作品啊，有作品。两个都美，都是迷倒人的大美女。他们说我长得有明星范儿，我也不知道像哪个明星。有的人说我像黄奕，有的人说像杨紫琼，有的人说我像林青霞，还有人说像孙悟空。反正我知道像啥我都是名人。啊，都是耳熟能详，大家都认识的，不管是名人还是明星啥的，咱们就长了一张就是结合部的脸。难怪我这一看我这个脸那么有星象的，原来我是前世就注定我的不成名都不行，长得大气是不是啊？咱们这个脸长得不是小家碧玉型的，我觉得我的脸长得好像有一点叫什么感觉，就是很英姿飒爽，叫什么来着，用于英气，哎，怎么说啊，哎，国际范儿，有点那种国际章啊，国际这个林青霞的范儿。有没有我给你们看一下子啊，这个不是摩登女郎，我给你们看一下子这造型的话，绝对我跟你说，百变豆妹儿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啥角色都演。不是林青霞吗？不是东方不败吗？是不是？这个妆好看吗？这个妆好看，我给你变个这个妆。想要看的，我来个古装行不行？我把衣服穿上，给你们捂一下子，看看有没有当年林青霞的影子，行不行？来，宝子们点赞，你最起码点到250万来，来，宝子们赞赞点起来，来，我把衣服穿上，来，双击屏幕点点赞，来，来一起三二一点赞，来，三二一点赞，来，点到250万来，在头，我的头上就在那三杯红。
到35万，你这250万这么难点吗？啊，200万这么难点吗？咱们把赞赞点到250万来，开始。来，3、2、1，一起点来。我想邀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亲爱的你，你现在走在哪里？遗憾错过的快乐有没有被重新拾起？是不是抱着泡面声声叹气？在每一个月底，来250万，宝石们双击屏幕，点到甜甜的。不同道的小弟，与朋友各奔东西后才感到生活不易。这些年不好不坏没有惊喜，奔波在城市里，陪着我的是少年耳熟摸底。我想邀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我愿意带你喝酒吃肉再唱歌。我的野摩托虽然有颠簸，别嫌弃，你会爱上它带来的快乐。我想奖励你来坐我的野摩托。觅逍遥，良人难归期，刀剑难归家。半梦半醒半醉，浮生问，谁人能笑傲？霞云渺渺，雁鸣萧萧，是非成败，客。惊鸿尘俗世知多少，清风笑，惊落几家，豪情换成了衣襟欢笑。感谢徒弟啊，谢谢，谢谢榜一，感谢朱小总，咱们点点关注。榜二的逐渐营销大哥，咱们给营销大哥也点点关注，感谢大哥的助力，谢谢大哥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妈呀，这个我是根据自己真是瞎演的，谢谢嘟嘟姐，咱也没人指点，啊，咱也没人指导，咱也没人指点，咱们就。
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吧，咱们就根据电影里面好像东方不败这么个一个造型，咱就跟着那个扇跳跳就完事儿，是不是啊？咱们就整整就完事儿了。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所要表达的一点是什么呢？豆妹儿的话其实适合各种角色啊，不只是指挥，是不是？豆妹儿你会啥呀？你转眼珠啊？除了转眼珠以外，咱适合各种角色。直播间里有什么别导演啊、编剧啊，是这个制片人啥的，豆妹儿的话演古装也行，演喜剧也行，演正剧也行，咱演啥他有塑造性啊，有可塑性。一个演员不是说只规定只演一个节目，咱这个可塑性还是挺强的，你把我放在哪个角色咱都能演行吗？啊，这不就是我就是瞎说说的啊，瞎问问的。直播间里有啥的咱们能看上豆的都换，咱们只跑个龙套啊对对对，就是跑龙套开始啊，跑龙套开始。咱们要是演个古装的话，我说实在的话，豆妹儿演古装还挺好看的，就是女扮男装这一块肯定不差事儿。你信不？就是以前那个小，就是白娘子小青那个角色，不是演小青我也能火呢你们说呢？你们觉得啊，是不是啊？特别有些演员还漂亮。嗯，姐呀，咱们也不论这个漂不漂亮这事，但是我总觉得我可塑性还可以，就是有一个好的老师或者有个好的导演能够指点一下的话，咱们要是在电影界、电视连续剧、电视剧发展的话，咱也有一块天地，就是咱也可以能整点眉目，就是小大演员做不上，但小演员还行是不是啊？到下次扮个小许仙呐，许仙这个人物角色太大先从小青开始吧是不是啊？演啥的都行。豆姐你这个口才随便做个什么生意都能火呀。那生意不是干到抖音上来了吗？抖音上不是也需要口才的吗？所以说这个抖音不是是个生意吗？现在都干到这上面来，谁在线下现在做生意，不是搬到线上做生意了吗？我一天生意可好了，今天生意就开个播啥网费呀、电费呀都赚到了那生意现在还可以，生意哥就是豆以后就是弄个小黄车卖卖货的话，我估计生意也不得差的是不是？就凭我这个吹牛逼的劲儿啊，你这个那一说的话，那吃了我们这个东西呀、男的补这个不好说反正就是让你们就是感觉就是吃了我的产品就长生不老咱们不是豆名医吗？适合就卖点药什么的，卖点保健品，男人吃了什么，女人吃了什么，才这么一说的话男女通买了是的，我就想着我这豆名医的话我指定卖点货呀，我说你干嘛一卖货，我如果卖点保健品啊，是不是啊？保健品啊，药品反正都好卖，扣扣脚趾头想想就好卖，是吧啊，姐说了都卖货不能吹牛啊，那咱就不吹牛，卖货咱就不吹牛行吗？这个卖货的话我只能说这个是正品，最便宜了，你们买了吧你们行行好，买一单我能赚2.5元啊，你们行行好，你们可怜可怜吧我吧，我今天摆个摊儿也不容易，天怪冷了，你们给我这几单拍完了回去睡觉去谢谢我朱小总，感谢我徒弟。
那我怎么办呢？我就不让我吹牛的话，卖货的话，我只能哭惨了。啊，我只能是装穷，这个是卖惨了，大家可怜可怜我，来一点吧，来一点吧，然后都给我买走了。啊，没办法，嗯，这个想招啊，你不想招的话，现在生意多难做，那个这个主播卖，那个主播卖，大家都在卖，是不是？我感觉我头上冒烟儿，这个弄的，你把它撤了吧，是不是啊，哥？嗯，那个榜二的大哥，你这来豆直播间时间不长啊，才两集呀、啊，你今天才升的级吗？啊，才两集呀、啊，你怎么看到豆第一次来，你咔咔给我刷礼物，你是不是瞧上我了？我来一个大哥我都很珍惜，因为我们直播间大哥少大姐多，你知道吗？来一个大哥我就问一下，你是不是看上我了？真的真的，我就特别珍惜大哥，这是不是为了我的美丽的外表啊动心？后来我基本上都是笑脸去哭着脸回来了，我跟大哥发私信，我谢谢大哥哈，谢谢大哥，爱你摸摸的，说摸什么的？你长那么丑，我只觉得你才艺比较好啊，以后咱们不做颜值主播行吗？我说哥，你能不能给人家留点面子？我最起码有才艺的话，你仔细看看我长得也行。然后我跟大哥说，你咱俩那个。看不上我就算了，你看得上我，你说咱俩，人家的女主播都有死亡到守护，都有爱情，咱们得搞个爱情吧。然后大哥说咱俩拜个把子吧。哎呀妈呀，后来大哥就直接就拜把子了，人家瞧不上我。哎呀，这个让大哥送个嘉年华，嘉年华大哥不要钱呀。那大嘉年华一个都三千，一个都三千，那大哥还要吃饭呢，是不是？大哥你家有老婆没？有老婆你就那个什么的就别刷了。嗯，营销，逐渐营销大哥。哎呀，家里指定有老婆，不然的话就嘉年华。有老婆有孩子那就纸鹤就行了。不然的话大哥今天薅完了明天喝粥，你让大哥现在是不是啊，天冷了西北风也大。是不是、啊、咱们大哥都捞干净了，他下次看到我就绕着走。媳妇儿都看着你，我就知道有媳妇儿，没媳妇儿的话直接就上华子的。我一般都跟大哥都摸底，都摸得透透的。大哥啊，你啥时候能刷华子你告诉我一声。啊，行不行？你这刷完华子你说要喝西北风，我陪你一起喝。你这不是找个伴儿吗？行啊哈。哎呀我的个妈妈呀，我这撩大哥了。大哥我能撩你吗？大哥给我去去吧。谢谢王雪涵妹阿姨，感谢感谢感谢。哎呦我的个妈呀，谢谢大家。媳妇儿不在的时候可以刷，哥啊你千万不让媳妇儿跟踪你啊。那一跟踪呢，媳妇儿把你耳朵都揪起来了。你媳妇儿不在的时候你看看啊，媳妇儿在的时候你只能躲在卫生间了。哎呀我的妈呀，单身的大哥可以聊，关键我摸不准哪个大哥是单身的。是不是来我直播间那么多人，我去问过大哥你是单身吗，我咋问呢，这话说不出口。我只能给我上榜的大哥问一问，哥你是单身吗，我就是问问，但是我有媳妇儿，那不就完犊子吗，是不是？没有办法哥，哎呀这大哥都有媳妇儿啊。嗯，哎傻气，哎人家为什么就嗯，等一下我喝口水啊，有点就嘴干。
阿姨啊，你说把阿姨逗着笑的了不行呢，阿姨啊，真的太幽默了。姑奶奶，你能不能，姑奶奶，我求求你能不能给我点个关注？我的姑奶奶，你能不能点个关注加个团呢？你这样说，单身就给你双华子了吗？单身上华子，我以身相许啊。这话唠的，上华子的都单身，那不一定问我们家豆爷是不是单身。哎呀，我太穷了，姑奶奶，告诉你点个关注，他不需要钱。啊，姐，就是姑奶奶，我告诉你啊，这帕斯上面的有两个字关注，他点一下，他不要钱哈、啊，不要钱，不要你一毛一分都不要。那这个你要注意一下，在我心中你不食人间烟火了，我要吃饭。啊，这不食人间烟火，烟火我不要，我要钱。给你设礼物，不用，你先点个关注再说吧，礼物后续再说。关注都没点，何来的缘分刷礼物？我不要什么烟火，我也不是不一样的什么人间烟火什么，我也不是小龙女，我是西方不败，我要钱，啥也不知道，你在这扯的，给我扯的没完没了的，你说你知道我这我，哎呀。人家说豆儿啊，我看你不是那么俗的人呐、啊，天天这那，人家打着 PK， 人家卖的货，人家都在赚钱，你干啥的？我说我那么怎么地了？我人家都赚钱，我这个不赚钱，我天天在抖音上吊着一口仙气玩艺术呢，是不是啊？咱们这玩艺术的吊着一口气儿，咱们也得要吃饭呢。谢谢心里面的世界，你看看，哎呀，感谢感谢，是不是？你们说每人给我刷一颗小星星，那也中啊，那这最最抠的就是一颗小星星没有啊，对不对？我坐在这边一坐好几个小时，你能不能给我网费呀、啊、电费呀、啊、什么的，咱们弄一弄，行不行？网费、电费，其他的费用我就空调费就算了。啊，开到28度，空调费我自己来吧，网费、电费你们能不能报个销？哎呀，这个是真烦。哎，对对对，小星星走走，小星星走走，咱要求也不高，小星星走一走，活到99，是不是？啊，小星星一走，那是寿命都来了。有舍咱有得嘛，对不对？在豆妹直播间，越舍得越多，得到的就越多，是不是？就比如什么呢？比如就是你上个华子，就得到豆妹的什么电话号码了。哎，动拐动拐动动拐，哎我的个妈呀！你看呐，现在一说人妈满屏都小星星，哎呀我的个妈，超过小星星的礼物是不是没有了？这礼物栏里面超过小星星的是不是没有？都是小星星，欢迎玉无下姐。嗯。哎呀，这抖爸爸怎么回事？超过这个小星星的礼物不设置一下吗？全是小星星啊，能不能大一点？哎，我的妈！你不演电视剧可惜了。那我跟你们说，不演电视剧那绝对不是我的损失，那是所有电视剧的损失。谢谢我的红都哥，你看，哎呀我的妈！红都哥你真爽气、啊、人家都小星星直接就干一个那个啥了，直接干一个大灯牌，一下子好几倍啊。啊，这个我不演那个电视电影的话，那绝对是电影电视剧的一大损失，那跟我不搭嘎呀。啊，哎呀没有办法，家人们能够都是杀一颗小星星的就好，哎呀能圈到一毛是一毛吧。那其他都圈不到，谢谢我徒弟，哎，圈我徒弟的都是自家人，你看红都哥啥的，哎呀妈呀，内圈能不能外圈？哎呀，能不能圈点外的外面？嗯，
这才是真正的牛逼的脱口秀。我接下来的话，咱们说没有才艺的话，咱们直接是干脱口秀主播。谢谢我陈姐啊，感谢我，感谢我吴昂王啊，汪王，感谢我大姐的么么哒。哎呀，终于有大礼物，谢谢巨云的么么哒，终于有么么哒了。家人们呐，我站起来了。除了那个小星星以外，还有么么哒。感谢，谢谢汪汪大姐。哎呀，这个姐姐真的是牛气啊。嗯呐、啊、真的是牛气。哎呀，怎么会这么厉害。嗯，多配点给我这么多的姐姐好吗？哥哥姐姐多给我配一点。谢谢王姐。哎呦。哎呀，真的好，真的好，全网这会刷礼物的粉丝全给我搂到这里来。谢谢王姐。啊，全网会刷礼物的大哥大姐全搂到我这里来，哪怕只有100个人，就100个人咔狂刷的话，咱也发了呀。哎，我的个妈呀，太喜欢你了，谢谢玉无价姐姐，好几天没见你了，你这玉无价姐姐一来肯定也有个么么哒，我不如果没猜错的话。谢谢我徒弟啊，榜一大哥点点关注啊，徒弟点关注。嗯，终于找到一个敢要你的人了。你这话唠的怎么的，我这个差事啊，你要我的话你祖坟都爆炸。谢谢我梅梅姐，感谢我王姐啊。我跟你们说，就像我这号人物啊，谁要娶了我，不是祖上冒青烟，直接说坟儿都炸了。谢谢玉无价姐姐，感谢我姐啊，你懂这意思吗？懂这意思吗？什么娶了你们又怎么怎么的？我是男的，别叫姐。老王啊，哎呀，老王，我看了一个女人头像啊，原来是你家小孩吗？哎呀，王哥，哥。哎呦，一说哥我就又来劲了，哥，哥你么么哒，不要停，王哥，老王，你是我们家隔壁那个王吗？哎呀，这跟我说话祖坟都爆炸了，那是王哥，你想不想祖坟爆一次炸，王哥。哎呀呀，这个咋弄啊，哥啊，你这么多么么哒，你们有没有比么么哒更大的礼物，瞧一瞧有没有，找。哎，好开心啊，点个关注啊，别迷路了，等一下下次想开心找不着路。谢谢王哥，哎呦，真的，王哥送个跑车呗，王哥你瞅瞅里面有没有跑车，就呜，就那个跑车就俩大灯咔一开的呜呜，你看看那边有没有呜呜，听你聊天都被你笑得呵呵的，没有办法，咱们现在就不搞才艺了，直接走脱口秀路线。咱们的路线有点多哈，谢谢我嘟嘟姐，哎呀，嘟嘟亲嘴上。是不是啊，豆妹你带着大家都同意点赞点到300万啊，大家同意点赞点到300万，咱们有人点到300万的，咱们就给豆点点赞嘛，不要钱，你听我牛逼吹的喝辣骚啊，赞赞点的要飞起来。你一听我吹牛，你们赞赞都不点了，你这不要钱，家人们啊，点一个赞赞的不要钱。嗯，也不影响寿命。真的，对身体绝对是有益而无害的。王哥想送你华子，王哥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嗯，有可能是真的呢。有梦想就有未来。哎，我的个妈呀。啊，这个大哥大姐们呢，刷礼物是情谊，不刷是本分。如果在我直播间里呢能够觉得开心呢，你给我刷点儿。就是你看看耍猴戏的，你说猴吧，你这手一伸的话，你被弄个3块5块的。那最起码我比狗猴稍微高档一点，是个大猴了。是不是啊，家人们，
你们就是不是说三块五块了吗？你几毛钱你都给出一出。哎呦我的妈，是不是啊？这你们说是的意思不？每天晚上看我那个那猴戏一样的，咱们演的是也挺精彩的，你们别说是不是？那猴子咔一敬礼，嘎的一搂，你们弄个一块钱你都弄不出手，现在猴子都有个二维码挂着呢。哎呀妈呀，谢谢三十路诸侯。哎呀诸侯大哥你真的是阔气，一来就是一大眼镜戴上了。哎呀我的妈妈，哎，侯姐又该哭晕在厕所了。侯姐没事，今天不骑猴，今天骑猪。哎呀我为什么聊天聊着把自己给聊笑了。其实我这个，我要是冷幽默的话，自己不是把我自己给聊笑了，应该是把大家给聊开心了，自己应该是憋着气不能喘气。这才是一个正宗的那个脱口秀主播那个活儿。是不是在我直播间里能够得到开心，能够得到快乐，你们还能得到啥？你们想一想，除了开心和快乐你们还能得到啥？那得到的东西太多了，还有一种叫精神食粮，还有一种叫幻想。哎呀是不是？还有一种幻觉。什么幻觉？我跟都是拜堂成亲的。哎啊，今哦朱小种不行，朱小种是我徒弟，也不能骑猪哈，咱们就骑驴吧。骑驴看唱吧，咱们走的小行吗？挺好。哎呀，咱们给榜一朱小总我徒弟点点关注哈。哎呀，这个一聊咔咔一聊，这又十一点多了，你说你这个上个才艺，我坐在这半天了没看出来吗？咱们往这一坐，只要嘴巴一开，眼睛一闭一睁，他就是个才艺。啊，这是要啥才艺？要啥自行车？能够给看就已经不错了，还才艺？啊，这怎么才艺呢？这不是才艺吗？你们就评评理，你咱个在咔在这边一坐的话，不是个才艺吗？感谢王哥。哎呀王哥你真的，哎呀现在好像礼物又大了一点。哎呀王哥，我这第一天来的，好多家人们都第一天来的，我要唱首歌献给你们，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啊咱们有没有人听？听的话我就唱一首歌。啊找个大牌连一连。哎呀我的妈呀，大牌的不是刚连完吗？哥你是不是来晚了？老脸大牌不行呢。想听豆唱歌的有没有？豆唱歌的话我跟你说，把门锁好啊，不让一个跑来。行不行？有没有没听过我唱歌想听我唱歌的？有没有没听过的啊？我只是没听过，我们家铁粉听过我唱歌，但是好多都没听过唱歌的，咱们就随意的，就咱们就唱一段吧，唱的好不好的你们说了算好吗？红都放关门放狗。听个啥？没听过呀。哎呀妈呀没听过。哎呀没听过的话我得好好唱了，我的个妈呀，这个不是我的强项，但我告诉你们，我唱个歌我的妈呀，能不能够给明星打败了？咱们要听啥歌？要听啥歌？放了吗？放了就行。放了就行，放了就行。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咱们这给唱一首歌给他们听一听。连麦好玩啊，不能连麦，连麦要上票的。嗯，一连麦你就是要上票的，不上票你连什么麦呀？哎呀我的个天哪。你拿手的呀？我拿手的很多，拿脚的也多呢。
嗯，星光大道，星光大道是画你吧？我唱一段行吗？我唱两首不同感觉的歌，一样唱一段，你觉得行吗？行的话，掌声鼓励鼓励来。Can you feel it?先来一首画你啊，然后再来一首其他的不一样的风格，咱们一段唱半，一首唱半段，好吗？来，掌声鼓励一下来。旁你的牵引花家乡的山地，甜蜜的笑容定格在我心里，深情的歌声描绘你的美丽，只为让你永驻我心里。我用爱画一个温柔可爱的你，让我在梦中无数次见到你，梦里的夜晚我不愿醒来，只为把你画在我心里。这个没掉人是吧？他们说豆儿，你这个声音怎么像男的呢？咱们男不男女不女不是？男不男女不女？为了多情的李公子，抚琴爱画。
谢王哥啊、哦，感谢王哥，谢谢我徒弟，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那个掌声啊，感谢大家的这个礼物啊，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这么热情啊。豆妹儿主播整一下眼珠子吧，可以，我眼珠刚表演完，你要看的话，你直接上个榜一吧。行吗？今天演了好多次了，你如果你现在进来想要点节目的话，你就不多也不贵，榜一的话一万分，就一万分就行。马上就演行吗？哎呀我的妈呀，就问你有没有不会的才艺。嗯，有吧，应该有吧，除了会的其他的都不会，姐。就除了会的其他的都不会呢。所以说不会的还是有挺多的。其他主播你都会啥了？其他主播会的我都会。其他主播不会的那我也没有办法。是啊，咱们就是一般一般呐，抖音第三呐，还行吧，凑合过得了，能有啥事？咱们个榜一啊，我的徒弟啊，点点关注好不好？啊，徒弟点点关注，吹牛不会吗？吹牛？谁吹牛？谁吹牛不会？对，我不会吹牛，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哪会吹牛的？就喜欢你这么直接的，我哪直接了呀？我这么腼腆，我这么淑女，这么温柔，还直接呢，我直接把你拿下。行了，11:18了，我想早点下播。每天晚上呢，播直播时间在7:30左右啊，7:30左右我就播了。然后呢，我就想着要早点播，然后早点下，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们同意的话，我就下了，行吗？啊，今天扯犊子也扯到现在，歌也唱了，舞也跳了，演也演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是不是啊？都是吹牛也喜欢听，那必须的，姐，你们经常看我的，你就是吹牛，我坐在这不说话，你得看我2-3个小时。真的，这个是我挺有自信的，是不是啊？不同意啊，那不同意的话那也没有办法，说实在的，时间都过了，眼睛一闭一天过去了，眼睛一闭不准这辈子过去了，咱们明天还得睁眼啊，明天睁了眼了咱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行吗？大哥大姐们啊，不要太想我，哥是你们永远得不到的女人，就好好睡吧，别做梦了。行吗？啊，都行啊。咦，那不就行了呗。哎呀，感谢，谢谢榜一我的徒弟啊，朱小总，感谢我营销哥，感谢我王哥，谢谢我红都哥，谢谢我梅姐，感谢我小鱼姐，谢谢野毛哥，感谢斑斑姐，谢谢沙豆姐，谢谢花姐，谢谢嘟嘟姐，谢谢留一手。大哥，感谢小米姐，谢谢安妮姐，谢谢开心姐，谢谢梅梅姐，感谢林森哥，感谢我秋风姐，谢谢毛毛姐，谢谢我千钧一发大哥，感谢我巧，谢谢我叶明姐，感谢我天上飞的姐姐，谢谢欢乐姐，谢谢陈姐，谢谢优雅人生，感谢玉无价姐姐，谢谢随缘姐，感谢荷花姐，谢谢 Happy， 感谢我海阔天空，谢谢我家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陪到现在，不容易啊，都是真爱，祝愿大家有个好梦哦，么么哒。一生只求能够与你相遇，刚来就下，明天早一点好吧，现在我播的早，我就下的就早了啊，明天守候啊，直播间里风里雨里直播间里等大家，拜拜。